谢谢主持人，江会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上一次跟大家见面是四个多月前哈，大家记得是哪一天吗？哦，正月初三，哦，2月12号啊，哦，你看我们四个多月没见了，哦，哎，我们一见面应该要问，你馒头吃了没有？哦，这个黄念老说的啊，一般的法门呢，你要吃馒头呢，你得要种种子，然后你要浇水也要施肥呀，它才能长成麦子。你收割了，你要磨麦揉馒头，你才能吃馒头。净土法门是从果起修，就是直接吃馒头，这是特别的法门。所以老实持名啊，持这一句万德洪名呢，全摄佛德，佛果地上的功德啊，成自己的功德。所以老实持名，全摄佛德，成自德。身具信愿，决定往生。往生与否啊，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愿意去啊，真愿意去是切愿，所以决定往生，那就可以证无生了，可以恢复自己的自性，所以这个是难得的因缘。那记不记得我们初三最后讲到哪一个故事啊？讲到啊，香港河东爵士的夫人，何士礼将军的母亲是吧？你看他全家人信基督教，哎，他也不勉强别人，哎，后来跟这些子孙说了。我明天就要去极乐世界了，你们可不可以送我啊？那当然子孙都很尊敬他，虽然宗教不同，但是都来送老人家。他念佛差不多15分钟啊，就无疾而不能用无疾而终，就跟着佛走了，是活着去的啊，跟一般伤长两短不一样哦，那个是死了，这个见到佛啊是活着就跟着佛走了，没有生病。那我们讲这个例子就是，有一种发愿，希望呢亲戚朋友看到自己往生很殊胜的，他们会升起很大的信心来念佛。你们愿意发这样的愿吗？我们是成年人了，勉强不来。这一点每一个人都要觉悟啊，都要觉悟这一点，不能强求啊，强迫别人一定要接受自己的想法看法，一直要说服别人，还要给别人洗脑，这个有时候会适得其反，你都控制，孩子都要听我的，到时候他考上大学了，他说我终于解脱了，那你这种控制啊，结果不会好。孩子慢慢大了，
你要懂得尊重他，跟他沟通，引导他，不是强迫他，不是灌输他。而自己的孩子、家庭，甚至你是经营企业，你的团体，那都是自己的医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自己的心，你的心调整了，这个境界自然跟着会转。比方说我们很容易发脾气，那你跟家里人的关系，这个就是医报。正报是自己的心，喜欢常常扶不住脾气，那这个关系就紧张了，这个医报一定是紧张的。我们好好念佛啊，这个脾气稍微起来就阿弥陀佛啊，给它扶下去了。你本来常生气呀，突然一个礼拜都没生气呀，你家里的人会怎么看？哎呦，他会不会吃错药了？他变了，他们会很惊讶哦，为什么变的？念阿弥陀佛变的，他们对阿弥陀佛很有信心哦。你变得不发脾气，心平气和，家里人的关系就变了，就医报随着什么正报转。一个常做噩梦的人要怎么办？噩梦是他的医报啊，随着什么？他一定常常容易恐惧、担忧，心境要转，乐观积极呀，面对事情，可能这个常常做噩梦的境界就会变了。大家有没有多观察自己？自己的个性是怎么样子？修行人要改个性哦。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一尊菩萨很有个性？有听过的举手。没有哦。那我们现在学佛要行菩萨道啊，没有哪一尊菩萨很有个性，那我们就要把个性放下。很有个性啊！我不高兴，我就板一张脸了。那可能你亲戚朋友看到你那张脸，就受你影响了。所以个性就好像有棱角啊，棱棱角角会刺伤别人。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配合一下啊。生欢喜心啊！好，今年过了快半年了，很快哦，2024年快过一半哦。哎呀，我们这个入了秋天的人啊，没有太多年了哦。哎呀，我们的功夫怎么样啊？有没有消息来了？阿弥陀佛有没有来给我们透消息哦？有没有佛号越念越相应呢？妄念有没有越来越少了？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哦。你不能上了年纪了，50几、60几了，70几了，人家问你念佛功夫有没有提升呢？我也不知道。修行是面对境界要清楚，不能打迷糊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进步。老和尚说，能不能往生呢？不要问别人，要问谁？问自己啊。修行靠个人呢，检查检查啊！我一天
佛号多还是妄念多？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多还是佛号多？这个就要自己检查了。而且大家注意哦，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会越来越，体力会退哦。你现在妄念那么多，我们还不赶快下功夫啊？那什么时候能佛号能扶得住妄念呢？无量寿经说，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所以要真求生净土啊，真老实念佛啊，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是出不了轮回咯。要靠自己的能力断见思烦恼啊，就好像瞬间把40里的河流啊、瀑流啊截断、顿断，那个见惑要瞬间断掉，那个是自己的定，戒定功夫达到开慧了，把这个见惑给断掉。我们现在人的根性几乎做不到了，只有这个特别法门呢，靠佛的愿力啊，把我们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靠自己的要断烦恼很难了，出不去轮回，问题没解决呢。所以人间哪一件事最重要？死生事大，轮回路险呐！有没有人想下辈子再来当人呢？这个我不反对了啊！因为成人是不能被勉强的。勉强你，你下次不来听我讲课了。这样我也有罪过啊！不能强求姻缘。那既然不想再搞轮回啊，那就要真正好好用功才行哦。不能这个念佛法门叫易行道哦，大家不能解错了，哎呀很容易啊，我临终念十声就往生了。你现在念佛都扶不住了，临终怎么扶得住？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我们现在健健康康的，你念着佛就跑出去了，安不在佛号上了，那临终身体都弱了，你怎么做得了主？所以临终要做得了主，一定是现在很用功下功夫修行啊，不能侥幸哦。那刚刚提到这个年都过了一半了，那请问大家这六月啊，有没有发过脾气？好，有没有去给人家道歉？发了脾气没道歉，这唐寅是真一孤。而且呀、啊，发脾气呢，功德都烧掉了。你看我们发的愿要给亲戚朋友表法哦，让他们对佛法、对念佛有信心哦。所以我们的愿力啊，要超过自己的习气业力。刚刚说这个菩萨所在之处啊，让众生生欢喜，所以要改个性，要把脾气给改掉，甚至于、个性里面太着急了，着急要不要改？着急的个性呢、
这个心定不下来。你们不能风吹草动就受影响，还是要看着我，不能旁边有人你们就转过去看，虽然他长得比我还庄严，但是你们会犯了杀戒，会伤害我幼小的心灵，所以要持戒，第一个不杀生，不恼害众生，能体恤别人的感受，所以言语要柔和，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无量寿经要变成人生的剧本，佛法就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学佛就是要行菩萨道，那我们上一节课呢就是谈六度，老和尚教导我们布施、持戒、忍辱，我们刚刚谈到的忍辱啊，对治嗔恚，对治发脾气，包含嫉妒啊、傲慢啊，这个都属于嗔恚，用忍辱啊来对治。好，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我们交流了几节课了。不好意思，我自己也不知道几节课了，可能有没有20多次了？哦，12是吧？好，忍辱对治嗔恚，精进对治懈怠。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了。你的佛号有没有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有进步了。而且精是精纯，纯而不杂。你不能杂修、杂境、乱境。你不能今天参禅，明天念咒，后天念佛。你要专精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精进呢、才能进步，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就会往后退，而且要勇猛精进，勇猛一定有愿力，所以大家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阿弥陀佛的48愿变成自己的愿，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大家愿不愿意跟阿弥陀佛同心呢？你不跟阿弥陀佛同心，怎么去极乐世界配合他度众生？我们可不能去极乐世界添乱哦！现在就不能添乱啊！现在要配合好父母啊，配合好家人呢，经营好家庭团体啊，配合好领导啊，这个花车都到我们。学会来了，哇！代表马六甲观光事业不错啊，经济还是要发展啊。爱够八斗啊，开塞够合作啊。这个吃要深谙道融了，吃不上饭了，你要弘法就不容易了啊。法轮未转，时轮先，所以我们有年轻人发愿弘法，
巴肚爱够好，要让他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还能专心深入经藏。好，那要有一种愿力，就像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我们还有很多过去的父母啊，过去生啊，现在可能在地狱受苦，这是真的哦。你看菩萨戒，梵王菩萨戒经里面讲，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因为我们轮回的次数太多太多，一切众生可能都做过我们的过去的父母。那你相信这个真相，哇！你听黄老这么讲，哇！那我好好念佛啊，回向给累世历代祖先父母，他们就得利益了。这个念佛的功德力是很大的哦。诸位同修，有没有祖先呢，来找过你？有啊，哦，那你可能念佛有功夫哦，你真的有功夫啊，你的祖先过去生的父母啊，会来找你帮忙哦。我们看这个《影城回忆录》啊，这个谭虚老法师啊，他讲的，他有一个人呢，八年都读《楞严经》。八载寒窗啊，读楞严，楞严经啊那么厚啊，要读可能都三四个小时以上啊，每天都读啊，那很精进哦。读了八年，跟他曾经打过官司的人啊，他是胜诉了，哎，可是对方啊想不开啊，寻短了。那鬼魂来找他，看没有恶意啊，请问他们来做什么？求你超度。那要怎么做呢？你同意就好了。那这个居士他就同意啊，他两个等于跟他打官司的冤亲债主啊，站着他的肩膀啊，就上去了，超生了。后来他死去的太太跟孩子也来了，同样求他超度，还是你同意就可以了，站着就上去了。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啊，有没有什么思考？这个肩膀好不好用？好用哦，你要有功力才行啊，不然一踩你自己都垮掉了。你看一个人修行的功德力啊，能帮助很多人哦。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哦。我们跟祖先父母分不开，我们跟后代也没有分开哦。所以你看老祖宗的智慧，这个孝字怎么写啊？上面一个老，上面是老，下面呢，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我每一次讲到重点都会有人提醒，因为怕大家忘记了。这个孝字重不重要？你要成佛就是孝道圆满了。大家看我，不可以看那个发出声音的人，你们这样让他很尴尬。我刚刚说的杀生就是不恼害众生，人家发出声音已经很尴尬了，这个时候你们要 look me 啊，看我就好了。哎，人的心多软，要在这些地方，是吧？
所以我们要谢谢他，刚好这个孝道他强调了这个重点。来，掌声感谢一下啊！怕大家到时候回去了一个重点都没带回去，你看这个孝字重要了。修净土的人也要从孝养父母，敬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个重点。你看地藏菩萨心地宝藏怎么开发呢？婆罗门女啊，光目女啊，都是地藏菩萨前身，他就是自孝，他的性德很快就恢复了。有一个读书人呢，他的天性呢都保持，父子有亲是天性。他在外面教书啊，一觉得不舒服，马上觉得家里有事，工作马上辞掉，赶回家里。赶回家以前赶山路啊，突然这个读书人叫徐一鹏，遇到了一只老虎。哇，你看这个孝子啊，他那个念头就是心中只有父母啊。他跟这个老虎讲，可能我命中要给你吃啊，但是我现在父亲啊母亲啊有可能有危险啊，可不可以让我先回去尽孝啊？这个老虎就走开了。大家相不相信老虎 也有佛性啊？我有听过啊，比方说这只狮子啊，刚好被这个人养了。后来这个狮子大了，离开好多年了，闻到它之前那个主人的味道啊，也是抱着这个主人哦。一切众生呢都有灵性啊，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哦。所以至诚感通，你的诚心老虎能感受到，他就走开了。结果他一赶到家，果然他的父亲病重，后来醒过来了。他的父亲说啊，刚刚我好像去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去了阴曹地府了，到阴间去了，看到一个穿着红袍的当官的人 跟他说，说你命到了，可是你的儿子啊非常孝顺，连老虎啊都给他让路啊，所以上天啊延你十二年寿命，一计就是十二年。你看一个人修得好啊，连父母都沾光哦。所以跟父母跟祖先哦分不开哦。这是老，你看孝字老跟子是一体的。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看你在庇应你的后代。你看孔子离我们2500多年，你们假如遇到新认识的朋友说我姓孔，你会怎么样？我马上深呼吸一下，哎呦，孔老夫子的后代啊，不能欺负孔老夫子的后代哦。当然了，要礼敬诸佛，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欺负了啊。我们今天要讲普贤十愿啊，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好，那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没有分开，所以我们想到啊，过去的
祖先父母家人很多都还在恶道受苦，我们就会精进修行，你不会懈怠的。好，接下来呢是禅定，我们上一次也讲到禅定。禅定啊，是对善乱。我们世间人常说啊，精神集中，意志集中，这就是禅定的意思。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精神意志集不集中。大家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会忘东忘西的，或者走路啊，不小心撞到东西，包含了我们听人家讲话，有没有专注？我有时候跟同学讲话，我话没讲完哦。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给他解答，解答到一半，好好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他的状态啊，不安定，心不够安定，所以常常会插话。其实这个也是不够安定，不够专注。所以修行啊，是看清楚自己的状况。不妥当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把它修正，叫修行。没有离开自己的一言一行，起心动念。所以定啊很重要。你不安定啊，你想把事情处理好很难。我们现在都太急着想去做事，想去帮别人。佛门有一句话提醒我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急躁，我们做的事是我们的依报，随着我们正报转。那我们心都不够安定，我们能把事情处理圆满吗？大家有没有经验，答应别人后来觉得答应的不是很妥当？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你不够安定啊，你会太激动了。激动啊，就是不够定，不够理智，容易啊感情用事。所以你要应对因缘呢，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这个是孙子兵法里面讲的，其实跟做人做事也有关系。不能攀缘，缘是条件，缘具足啊，事情才好办。所以知己知彼，所以这个《格言别录》里面讲到的，度得量力，这个是知己；审视现在的形势，这个是外在的条件。还要责人，你看要成就一件事啊，你还是要考虑周到哦，不能只看一个点一个线哦，而且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啊，就是比较浮躁。大家认同吗？哇，你看，尤其生活在大都市啊，你们
去过香港没有？哦，那个香港人口很多哦，啊，你走在马路上啊，你不知不觉走路变快了。哎，我们马六甲应该比较悠哉悠哉了啊，因为都是来观光的。哦，你注意看那个城市啊，节奏越快啊，你看人行色匆忙，所以你为学第一功夫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啊，定下来。大学讲的格致沉正，你看都是内在的功夫。再来是修齐治平，我们现在内功跳过去，直接齐家治国，会太冲动了。你看定静安虑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你看你要思虑的很正确，前面是心要定静安，你思虑的才是能把事情做好的这些很好的考量。所以是心去做佛，是心去处理事，要把这颗心守好才能成就事。心一定要习定。那这里提到了禅定，不是叫你啊天天面壁打坐。当然打坐本身也是习定，但不能觉得这样就是禅定了。老和尚进一步说了，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心有主宰，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这叫禅定。所以今天我们动了情绪了，就是定没了。我们能不能说都是他让我生气的了？可不可以这么说？那是把责任推给对方了，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自己的心动了。你度量大一点，你就不会生气了。所以对方是提醒我们心量不够大，会跟人家计较，所以他也是来提醒自己心上这些习气，而不能把责任推给对方了。所以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啊，这个才叫禅定。那我们回想一下，昨天自己有没有动情绪？每一天都要反思哦，甚至经过每一件事啊，都要反思哦。这样才能经一事啊，长一智哦。我们犯的错误不知道问题在哪，下午会不会犯？明天会不会犯？我感觉我们也不多人会总结经验哦。那不总结经验，我们的警觉性就不高，本来会犯的错误啊还是一样。像有同修曾经谈到，我对一般的人都不容易发脾气的，怎么对我家里的人我就很容易发脾气了？你看又是重点吧，这都是感应。
这个问题要想清楚啊，不然一发脾气啊，火烧功德林了。这都是我们每天发生的事，不知道问题在哪，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里人容易发脾气。所以我们现在啊，关照自己的心念啊的功夫啊，没有下，或者下得不够深，自己念头不对了，没看到，起了什么念头不清楚，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嘛。啊，不然看自己的念头深了，哎，面对家里人，他是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动作，我起了什么念才发脾气的，就清楚了。哦，原来我看到他那个动作啊，过去他那个哪个影像就浮起来了，所以我就忍不住脾气了啊！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容易啊落家里人的印象。修行的重点是什么？不分别，不执着，不要落印象。家里人很多过去的事我们都没有放下，都放在心上，遇到一些情境就很容易发脾气了。心里面要放别人的好，不要放别人的不好。这个修行是改心哦。普贤行说称赞如来，心里都放人家的好，你很容易就赞叹别人。但是这个都要自己检查哦，我们的心是放人家的好还是不好？其实啊，我们放人家的不好啊，叫不自爱，自己找自己麻烦，有没有？哎，心里都放别人的不好，会高兴吗？哦，所以大家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个动作进厕所是吧？照镜子。看看自己脸上有没有带着笑意，哦，还是别人欠我很多钱？你心里摆人家的不好啊，一定会表现在脸上，相由心生。哦，所以常常照照镜子。我这个眉头有没有锁住了？眉头深锁，一定有很多事情想不开，所以你照照镜子，可以给你一些修行很好的提醒。啊，佛呢，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是禅，不要着相了。这一句不容易哦，大家注意哦，我们遇到一个人一件事啊，我们的心是什么状况，很容易就连到上面去了，没有关照自己的心念。比方说你遇到一个几年没有看到的朋友，然后呢你马上过去，哎呀好久不见了，讲话很大声，在公共场合，因为你太高兴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心呢，太激动了，你就很容易遇到顺境了，这个贪爱心很高兴就上来了，没有看到心念。比方说你到图书馆，我们满乐角有没有图书馆？有吗？图书馆很安静，结果你一看到
两年没看到的同学啊，讲话很大声，吵到别人了。我们容易啊，遇到境界就会黏到那个境界上去，关照不到自己的心了。所以这个不取一相是禅，就不要着相，这个要常常练哦。你看老和尚的一句话，处逆境随恶缘，你看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这个都是呈在你面前的相哦。无惩慧，我们假如遇到逆境恶缘了，一着相了，脑子里就想了，哎呀，他给我讲话那个表情气死我了，你看他讲那个话好难听，都在着在这个相上，他的表情啊，他的言语啊，然后就把你气了三年，这叫不放过自己。你看这个相在哪里？三年前就没了，结果呢？它在我们的脑海里常常出现。所以修行是自爱哦，别折磨自己哦。我们还不会自爱哦，要去爱人哦，我看比较困难。自己都搞得自己烦恼很多了，那怎么去爱人？所以我们观察观察自己脑海里常常浮现一些以前的事情啊，这算不算着相？着相了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所以用这一句佛号啊，把过去的事啊都洗掉啊，不要有过去烦恼。你看，这都是着相。你看，事情还没有到啊，就开始在担忧了。你看，着在未来的相了，心就不清净了。考虑事情啊，可能就带着烦恼了。你心清净了，生智慧，考虑事情就周到，考虑的深。考虑的远，所以这个佛经啊，你看每一句在哪里呀？《金刚经》说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在哪里？Anytime, anywhere。哦，这个孩子有来历哦。哦，他在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轻视小孩哦。有可能他的慧根比我还要高。你看到一个小孩，你不要着相哦，是吧？他还小啊，你着相了。哎，为什么佛门说不轻后学？你看人容多容易着相，我学了二十年了，有没有着相？他才刚来，有没有着相？我吃素三十年了，有没有着相？你还不知道吃素啊？我们一着相啊，生烦恼。哎，自己生什么烦恼？傲慢呐、啊。所以你看，佛门讲的这些都是对治我们的烦恼，不能轻后学。你看六祖慧能大师的事情啊，他是个在家人，哎，出家在家不能着相哦。你看我出了家了，我着了这个相了，走路这样。
挖完了，我把我自己给卖了，着相了。哦，你看佛都在提醒我们哦，佛那个时代有一个维摩诘居士啊，在家佛。哦，你不能着了这个出家的相了，哦，出家就高了，那变成生烦恼了。所以这个表演就是什么平等哦。你看文殊菩萨带着这些阿难尊者这些大弟子哦，见到迦叶尊者怎么样，又绕三匝哦，顶礼三拜哦。这个都是在表演平等哦，不能高下，不能分别哦。所以我们一着相啊，你对人就不够恭敬了。所以不要分别相，你看我们马六甲能够遇到各种肤色的人吧，这个时候要不要着相啊？不同宗教不能着，要尊重啊，礼敬尊重，不同族群，你看这个不取一相在哪？你随时随地遇到任何境界，你都不要着相，哦，然后如如不动啊，就外不要着相，内不要动心，哦，所以禅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受外面境界的诱惑，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干扰，这叫禅。定呢？定是心有主宰，不为所动，内不动，外不受干扰，这叫禅定。我们遇到任何境界，都要练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所以这是菩萨六度，是每天都要依这个六度啊来处事待人接物。那我们常说的不要对人有成见，这个就是外不要着相了，看人要看后半段，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大乘经上啊常说啊，诸佛菩萨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所以行住坐卧都是禅定啊，也就是说啊，行住坐卧它都能够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我们佛法就是生活处事，来，我们首先练夫妻之间不要着相。我们有没有常常起一个念头，他就是这一副德性，这样有没有着相？好，你觉得他是那一副德性，他觉得你呢？彼此彼此，半斤背扭。哎，对方怎么看你？对方是你的依报哦，随着你正报转，哎，会互相招感哦。你尊重他，慢慢他就尊重你。你对他很有成见，他也会对你很有成见。哦，所以我们这个不要着相从哪里练呢？你不从你最近的人练呢，练不成的。为什么？你挑境界，明明这个境界摆在面前，你就不肯练，这叫挑境界。
这里面就有分别心。修行啊，不关外面的事哦，境界没有问题。问题在哪？自己念头有分别有执着卡住了，不然任何境界都能让我们提升。我们现在觉得好像提升不上去了，心里啊烦恼止不住，就是我们都着在外相了，没有看到自己的分别执着，一看到一放下就提升了。哦，所以六祖大师啊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一定是着相了，就见人家过。哦，然后呢，人家那个过呢，又一直印在你的脑子里，你一想到他就不高兴。都是着相惹的祸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普贤行，礼敬诸佛。你若人家不好的印象，你怎么礼敬他？所以要见人家的本性，见性不要着相，不要着人家这些习性啊。他做错的这些行为不要一直放在脑海里面。大家感受感受啊，比方说你的家人犯错了，他自己也有良知啊，他也不好意思啊，可是你完全没有计较啊，他会怎么样？会触动他的善根。哎，我以前犯那些说，哎呀，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你还是很信任他，他就感动了。哦，还是你都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他，他也会很不自在，甚至会很没信心。他性格强烈的，他就恼羞成怒。别人好像我们一个镜子一样，我们的心会跟他起交感，他会回应我们。所以啊，还是要从我们的这些伦常本分呢，去落实六度，落实禅定，落实这个不取于相。哇，那心上都不放这些东西，容不容易啊？我们现在理明白了，好，把这些东西都清出去，抽刀断水，水更流。不能喝酒了，下一句不说了，可以喝茶。但是你看，我不想了，我不想了，还是他又来了。有一个方法最妙，想阿弥陀佛。一有什么影像起来了，哎，阿弥陀佛，不要去想这些事情，想佛，念佛，慢慢的心里面落的这些印象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少。用这一声佛号练清净心，不要让这些影像啊在染污自己。这个方法很好用哦。好，接着呢，般若，般若是智慧，这是六度啊，第六度般若，看破世间。看破是看明白了，不是逃避世间，是看明白了。犹如啊《金刚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哦，这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哦，我们就用第一个字来解说梦。哦，还有泡，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吹过肥皂泡？吹出来两三秒钟就爆，好，那两三秒钟就爆了，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对呀，好，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朋友说气死我了？我上个礼拜做那个梦，气死我了。你听过没有？没有，还有啊，哦，那这个人太找自己麻烦了。哎，啊，这个黄念老讲过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人做梦啊，啊，梦到呢，他要喝一杯酒，啊，他很想喝这杯酒啊，然后就叫他太太，你帮我热一热，啊，结果他太太要去帮他热啊，他梦就醒了，他说早知道就别热了啊。好，那梦是假的，你那么当真。那所以为什么你昨天做的梦不会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嘛。我们晚上做的那个梦叫梦中梦，现在呢，现在还在梦。哦，你看我们现在在梦中哦，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哦。你假如先真的相信你啊，真的佛是真语者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梦幻泡影啊。那既然都是梦，你何必那么较真呢？跟自己过不去，又跟人家过不去，你何苦呢？哦，别给自己找麻烦。好，所以这个梦幻泡影啊，看要不要喝一点水。哦，好，好，没关系。这个菩萨是考我们禅定的功夫。你看，刚讲完，禅定是精神集中、意志集中。哦，所以假如大家不能专心听我讲，首先是我讲的不好，不够安定，再来呢，我讲的不好你还能专心，是你的功夫。哎，纵使有什么声音还是不影响你专注，你能保证你临终的时候没有花车经过吗？是不是无常哦？可是你现在就专注了，管他花车不花车啊，我还是字句分明。所以现在都在磨练自己的功夫哦。好，哦，所以这个般若是智慧啊，智慧就是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看万事万物啊，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世尊呢，在大般若经上给我们讲了几千次不可得。我们如果真正明了不可得啊，你得失的这个念头啊就没有了。因为你知道缘聚缘散根本就不可能让你握在手里，我们这个身体都做不了主了，身外之物怎么去掌握呢？于是啊，现实境界当中啊，你所得到的
决定不会生欢喜心，因为不可得嘛。哎，这个是因缘聚了，哎，我有这个东西了，但我不生贪爱啊，因为它会散的。那你知道它是缘聚缘散的，它散的时候你也不会难过啊。但是，比方说我们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了，缘聚了。再过半个小时就散了，可是虽然它也是聚散无常，可是我们也在这个因缘当中啊，我们用心去经营，你不能说哎呀通通是假的，然后我就随随便便，那错了啊，是借假修真，啊，借这个缘聚缘散的，哎，我们用真心去对待他人，哦，跟别人结法缘、结善缘，哦，所以你不能啊，都是假的，哎，结果啊，反而不尽心尽力啊，去尽本分呢，啊。这个就听偏掉了，哎，是尽力了，但是不要有得失在里面，不要生烦恼，啊，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已经尽力了就好了。好，哦，包含你看这个身体，哎，这个身体也是假的了，不要执着它，你看。细胞每天新陈代谢多少，它又不是恒常的，可是你不能听了之后 你不好好照顾它了，糟蹋它了，都是假的，好熬夜你就 又偏到另外一边去了，哦，所以佛法是中道，不能贪着这个身体，也不能糟蹋这个身体，而且你还要用它来好好修道啊，你看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都是早睡早起，哎，九点多睡觉了，哎，隔天四五点这个时间起床，啊，这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当弟子不要去熬夜哦，不能学老和尚都是挑着学，嗯，这一句我喜欢我就学，那一句我不喜欢就不学。那是跟自己学了，我们是要看老和尚怎么把经教用在他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所以通通要学哦，不能挑，一挑都是自己的意思了，人哦还是很容易顺着自己哦，不容易顺着老和尚的教诲哦，佛陀的教诲哦。哦，所以这个知道不可得这个真相了，所得到的不生欢喜心，失掉的，哎，绝对不会有懊恼。为什么不可得？说到极处啊，生死不可得。所以对于死啊，不恐怖了，这个是智慧。根本就没有死啊，是什么？你这个身体机器坏了啊，大家有用过冰箱坏了怎么办啊？你在那里，哎呀它怎么坏了，啊，那人家觉得你神经有点不正常啊，东西哪有不坏的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它都会坏的啦。那身体也是个机器啊，它哪有可能用不坏？好，那坏了怎么办？再换一个咯。哎，这个时候要有智慧哦，
你要换哪一个？你一不小心，哦，像我这个我们这个男众啊，要过这个色关呢，啊，哇，你这个色关不过，啊，你要快断气的时候，哎，在想美女，结果你一醒过来一摸，哎呦，我的鼻子怎么这么大，变成猪八戒了？哎，那个《西游记》都是表法的，你不要当故事看哦。唐僧就是自己心的本性哦。孙悟空呢，猴子跳来跳去的，就是我们的妄心。你看一个接一个止不住，哎呀，别想了，哎呦，头好痛啊，你还是止停不了。心猿意马，要靠佛号啊，让妄心停下来。你看这个猪八戒就是。要持戒呀，哎，哦，尤其这个饮食男女这种食的欲望，男女之欲，人之大欲存焉呐，这个欲望要慢慢淡。你这个欲望强啊，佛号就被他压下去了，你就随着他去投胎了。强者先迁呐。哦，所以你要换好身体哦，一定是临终脑子清楚，会换成三恶道的都是临终不清楚了。临终清楚还会去换那个身体啊？所以修行人不享福，把福报留在哪？留在临终。你福报现前了，哇，脑子清楚。然后啊，还有很多善缘呢，啊，来护念你。啊，当然你不要一直在期望啊，临终哎，你要来哦，你要来哦，你的心都往外跑。哦，那个随缘，自己做得了主。哦，你看海贤老和尚说：“我不要人家助念。”哎，那个就是表法告诉我们。最好是自己做得了主，你不要听成，不要不用来助念了，不要来了，不要来了。哦，那个表法你要看得懂哦，你要自己做得了主啊，不然人家来助念也是个真上缘了。哦，但是哦，你也要很清楚啊。谁来能真的帮得上你哦？这个你也要会判断哦。不然你找一个很喜欢是非人我的人来哦，到时候他会搅你临终的场哦。好。哦，所以这里提到生死不可得。人为什么会怕死？因为他对未来不了解，他会生恐惧。人对于你不了解的人事，你就容易担心。所以你现在看清楚了，生死不可得，根本就没死。所以我听老和尚讲，根本没死啊。我从此之后不会因为死别、生离死别而流泪，因为我明白这个了。那我流眼泪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还继续流，那我不是愚痴吗？根本没有死啊，他只是换一个身体，那我要做他很好的助缘呢。我怎么还在那里伤心呢？我要一心一意帮助他，就不会为死别流眼泪了，因为你清楚真相了，你会用理智而不是感情了。哦，所以六祖大师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真实的智慧
是看破生死，所以对于宇宙人生性相理事业因果报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觉而不迷，这个是般若。其实啊，这个般若啊，老和尚常讲一句话说，面对境界清楚，面对境界不迷糊。我们看看这里讲的业因果报，万法因缘生，你看到一个人他是因缘所生的，你很清楚啊。比方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好讨厌呢，你面对境界不清楚，你着在那个相。你假如清楚，哦，原来他的家庭情况是这样，难怪他现在的性格会这样，你是面对境界清楚，你不只不会发脾气，你会宽恕，你会怜悯。所以这个都是面对境界清楚了。好，这个用《金刚经》的话，哦，好，这个后面呢，老和尚进一步有讲，这个我们佛教的教旗呀，同学们现在常常看到，是全世界通用的五色旗，总共六条，前面五条是单色的，每一条一个颜色。代表前面五度，代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后面一条啊是杂色的，五种颜色都有。所以杂色的代表般若。所以这个意思啊很明显。布施里面有般若，才叫布施度。布施里面呢没有智慧，那是修福，是世间呢有漏的福报。前面五条里头啊没有般若，都是世间的福报。你修禅定修成功了，生色界天，生无色这天，不能出六道轮回。如果禅定里面有般若，那就超越六道了。所以这一段呢很重要，谈到般若了。般若为导，五度如盲。五度是盲哦，瞎子哦，看不清楚哦。般若像眼睛一样哦，你才看得清楚路哦。就像刚刚师父上人讲的，你修五度啊，没有般若是修福，出不出得去六道？出不去，生死大事福不能救。有般若，那叫功德，积功累德，才能出六道轮回。刚刚提到布施里面没有般若，般若就是离一切相，叫般若。你看，你要离相，你心才会清净啊。梁武帝，你看他的布施做的多不多？哇，那没有人做的比他多啦，他是天子啊，帮助十几万人出家修行，建了那么多佛寺几百所，可布施做的比他多很少很少了。可是呢，他没有离相，他有做，
放在心上啊，然后见到达摩祖师正建了那么多寺院，护持那么多人修行，正有没有功德？他没有离相了，他就没有般若了。他有福德，他没有功德了。所以了凡四训说，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思之物，都没有着相，是为三轮体空，一心清净。所以这种布施就有般若了。好，所以般若究竟是什么？世尊在《金刚经》上啊，给我们说了一句名言：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啊，离一切相呢是般若，离相是般若。修一切善，一切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样叫一切善。你所做的善呢，没有离开这五样哦。般若是离一切相，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教得非常具体啊。我们没去做，不能怪佛，怪我们自己。好，《金刚经》上讲，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个就是离一切相。你看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啊，有没有我、你，有没有着相？他跟我没关系啊，他不是我亲戚啊，这个都是在着相了。于诸众生，示若自己。不然你看我们着一个我相哦，就会比较容易什么？自私了，都把自己排前面了。所以要放下这个我相、人相，包含众生的相，众生跟我都一体的，你要放下这些分别了，你才能回到同体。受者相就是时间，我们也很容易着在时间，会因为时间呢生烦恼，很有可能。时间跟空间也不要去着，一着了会生烦恼。比方老和尚圆寂快两年了，假如我们呢情执比较重，就着在这个相了，生什么烦恼了？哎呀，很难过了。难过是不是烦恼？是啊，你看你一难过了，你没生智慧了。你不着在相了，老和尚在极乐世界入法身了，一切法都是他的身，他无处不在。哇，你看你不止不会烦恼啊，会怎么样？哎呀，老和尚随时跟我在一起了。我都是听他的教诲去做事啊，他随时都加持我，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你看着相跟不着相啊差很多哦。着相生烦恼哦，不着相生智慧哦。所以我们只要感觉自己烦恼作止，一定是着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那生烦恼就不生智慧了哦。好，所以般若就是练
在一切境界当中啊，不要执着，叫即相离相，意思就是离相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做好事不要放在心上，遇到恶缘不要放在心上，这个就是要练般若的这么练。你恶缘你一直放在心上，一直在那里纠结，所以这个修行离相不是你离开那个境界哦，是什么？在那个境界又不放在心上，不然就修成什么逃避啊？这个家里就看这个人不顺眼，哼，眼不见为净。哇，你该净的本分你都不净了。啊，这佛法不能用错了啊！佛法是让我们离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不是让我们离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哦。境界要不要逃避开？你逃到哪里去呀？你明明欠人家钱还不还，欠钱还钱，欠债，哎，情债要不要还？哎，我还要心甘情愿还，他还会给你打八折，真的。你到了天涯海角，他还是会出现的。哦，这个我很有经验。哦，我也被打过八折。哦，因为你很诚心，你不会不欢喜。哦，就好像你还债还得欢欢喜喜，哦，他也被你感动了。啊，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其他的不用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你还的心不甘情不愿，他给你加利息，很有道理吧？好，哦，所以佛法就是生活啊，般若是离自己的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离落印象，不是逃避这个境界。所以为什么应祖、李炳老，包含老和尚，一直强调我们要敦伦敬分，就是你不要去逃避自己的责任。其实学佛没有别的啦，练出自己的真心来，恢复自己的真心，在哪里练？当下的境界。啊，老和尚常说：“你会吗？”会修行啊，怎么修？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比较高哈。我们到极乐世界再修哈，修什么？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往往把责任推给对方啊，然后又觉得，哎呀，看到他们很不欢喜。就不愿意去面对了。立誓练心呐，练自己这颗心呐。这个挑境界呀，我们大部分修行人都会挑境界，很难安住当下，尽本分。我们看我们的祖先。陈氏的祖先啊，舜王，他遇到的境界好不好？哎，父亲跟后母要杀他呢，弟弟也要杀他呢，这境界好不好？啊，一般人觉得哇，人伦关系恶劣到极点了，结果他怎么做？哎，这个是
大菩萨表演给我们看哦，自己的祖先哦，要不要效法？哦，你们效法容易，你们有圣王的 DNA， 我还没有。哦，你们容易修我哈，好好用。哎，这个跟祖先是连根的哦。你看，圣王觉得还是我不对，他没有吃亏哦，他的智慧。他的福报很快现前，所以他得为圣人，尊为天子。一个农夫最后变天子，就是他面对这个境界，他用真心，他的福报马上就现前了。吃亏就是占便宜啊，吃亏也是福啊。他用了真心了，所以会修的人就在当下把真心修出来。尽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好，所以这是佛啊教给我们的，啊，教的非常具体啊，就让我们离相修一切善啊。而这个六度啊，这个就是什么呢？是菩提心的落实，菩提心究竟圆满的落实，是普贤十愿。大经里头常说，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成佛。大家想不想成佛？我不会勉强你们的，不过听你们的音声还不是太响。哦，想哦，那老和尚这一篇开始是教我们当生成佛的哈，多听几遍哦。你们可不能来看我的时候才学哦，这样我就罪过了哦。你们自己要不断多看几遍这一篇教诲啊，承德听过几百遍，我知道哦，不是。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要你们的掌声，不是，我是真的受用了，就听了次数多了，你任何境界来啊，它就冒出来了。哎，我现在这一念心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不相应，一不相应我就赶快阿弥陀佛，阿弥，对啊，要调啊。哎，这个行为跟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相不相应，不相应我就造业了，我不能跟我成佛过不去啊，我得积功累德啊，跟这五个行门相应才行。他随时指导我啊，那我就不容易被烦恼做主了。你看听，把这一片光碟好好深入啊，受用很大。哦，所以你要想成佛道啊，一定要修普贤行。尽忠殊胜在哪里呀？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啊，尽忠是普贤行的落实。你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经文，而且还是指在序分，还不是正中分呢。序分经文开头第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我们晓得尽忠的修学是普贤行的落实。普贤行无量无边，整部华严经上所说的皆是普贤行。佛菩萨慈悲啊，把无量无边普贤菩萨的行持归纳为十个纲领，我们好掌握啊，纲举目张啊，这个都是佛菩萨的慈悲哈，这就是普贤菩萨的十愿，我们好记呀，有下手之处。因为我前面说今天一定要讲普贤行，所以我今天不讲，我就食言而肥。虽然我很想肥，我太瘦了啊。
不能食言，所以第一条礼敬诸佛。谁是佛？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个个是佛，有情众生是佛，无情众生也是佛，因为同一个法性佛性变现出来的。你的梦境里面就是你的心变的了，里面有人也有山川大地啊，所以啊，这个礼敬是平等的礼敬，真诚的礼敬。我们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不好，就错了，这一条没做到了。大家要不要做普贤菩萨？要哦，好。接下来，决定是以真诚、清净、平等心尊敬一切众生，因为一切众生皆是诸佛。佛在经上说的很多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凡有佛性，皆当作佛啊。这是佛对我们说的。佛在华严圆觉讲真话。真话是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很难体会，要说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我们能够体会，他们现在是凡夫，将来慢慢修行会成佛的。说现在就是佛，我们很难体会，但是佛所讲的是事实。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怎么能不恭敬，怎么能不尊重？众生本来是佛啊，他的真心都没有变过啊，我们只是看到他的妄心，没看到他的真心了。你看到了，你就相信众生本来就是佛了。所以你相信了，那你怎么会不恭敬不尊重呢？所以我们没有做到啊，平等恭敬一切众生呢，不但没有做到啊，甚至于对父母瞧不起，对老师瞧不起，对同学瞧不起，不能瞧不起任何人哦，那就跟普贤行相违背了。那父母老师同学瞧不起你，念佛怎么能往生啊？你念佛的功夫再好都不能往生，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通通修普贤行，你与普贤行没有一丝毫相应，阿弥陀佛很欢迎，很慈悲，欢迎你去。西方世界这些大众不欢迎你，为什么？你看人都不顺眼啊，你跟大众不能相处啊，你到那个地方会尊重阿弥陀佛，对大众你不会尊重，你把极乐世界搅乱了，那你不是普贤菩萨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到十报土上上品，全是普贤菩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性位的普贤菩萨，十住位的普贤菩萨，十行、十回向、十地的普贤菩萨，大乘菩萨有52个阶位，通通是普贤菩萨。所以普贤十愿，祖师把它列在早晚课里头，天天要念，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观照与十愿相应不相应。好，我们下一次见面呢，可能是明年了，到时候看看大家普贤菩萨的功夫修得怎么样，我可以从你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一点，不能看很多，我功力还有限，但是看得出来。哇，
你礼敬诸佛啊，你的眼神很温和，很慈悲，这可以嗅得出来的。好，我想呢，这个明年才继续讲啊，拖得太久了，所以陈德会找时间呢、啊，把后面讲完，录下来，到时候再提供大家参考。我们下一次见面呢，再讲一个新的主题。当然不能离开五经一论啊，我们专修专弘啊净土法门，啊，这是万修万人去，末法时期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我们已经遇到念佛法门了，我们这一生成佛的机缘成熟的哈，大家好好珍惜，把握住，老实听话，真干，我们一起啊，净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谢谢大家啊。我们净土宗就是在修行普贤十大愿王嘛，礼敬诸佛。刚才师父也有提到说，众生皆是佛，哦，礼敬诸佛，众生皆是佛。那试问，师父，如果说刚才师父所说，哦，我们大家都是一体，我们与众生都是一体，那试问，如果我们念佛人依旧吃众生的肉，将来能不能够往生？哦，意思好多人依旧说三斤肉，哦，佛在《楞严经》说得很清楚。哦，好，啊 ，good question 啊，啊，好问题。啊，我们这个佛门强调啊，持戒念佛啊，因为持戒呀，人得清净心。极乐世界是净土，心净，佛土净。所以，假如我们对于世间的欲啊，都放不下，啊，你说这个不让我吃肉啊，我佛念不了了。那他的力量比较强啊，哎呀，我不吃肉，我嘴也戳。啊，但是大家注意哦，你懂了这个道理啊，一定要守住中恕之道。严以律己，哎，我尽量不要吃了。宽以待人，不然你自己持戒哦，然后也很严格对待家人哦，他们生烦恼了。你严格要求自己，哎，好像陈德，我们家我第一个不吃肉的，但是没有去要求别人，哎，很自然的。家里的人一个一个也不吃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守住这个忠恕的存心，不然你会用道理去压别人，你也犯了杀戒，恼害众生，你让他有压力了。所以戒是戒自己，而且很清楚，阿弥陀佛大慈父，如母一子，子若一母，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为缘。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个陈德刚好后天会分享老和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书抄这个讲记，老和尚有讲过。那这个马来西亚净宗学会他们有印成书，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请，大家可以上 Zoom
八四七三，八四三二，七三六八九五，密码一二三四五，哎，那个大家可以一同学习啊，这样你们每个礼拜都可以看到我，哦，我就可以跟你们啰嗦几句啊，哎，啊，所以我们了解佛菩萨对我们是超过父母的这种慈悲，所以你念他，你就跟他分不开了，他一定会来接你的。可是你现在佛提不起来，要吃肉，那你就是留恋世间了，世间的欲你还放不下，哦，所以这是一个角度。娑婆有一爱之不亲，又是重点啊！能不能往生这一句话是重点。临终被此爱所牵，所以你看，喜欢吃榴莲的都在算，六月快到了，才有榴莲吃。他都不念佛，他在念榴莲，你就会在世间流连忘返。啊，你应该看到榴莲的时候想到它是水果之王，我也要做佛中之王，哦，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吧？你看你随时都是跟佛法相应的，哎，我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的本尊，哦哦，当然榴莲都没有砸到人，所以你看它不伤害人，我也不能恼害众生。榴莲就提醒我不要榴莲在世间，榴莲忘返不行，我要回老家。所以你吃榴莲没有增长贪心，你越吃越有智慧，越吃越感恩。我刚刚吃了一点榴莲才上来啊，哦，所以明年还得来讲课，不能白吃啊，出家人吃人家东西呀，一定要做法供养，不然会消化不良。哦，这个是啊，从你不能留恋世间的这些人事物，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就被它留下来。哦，再来是呢，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带旧业，不带新业。你每天还要吃肉，那就跟众生结恶缘了。哦，而且往生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你有菩提心啊，你有慈悲心啊，你慢慢就不愿意吃了。而且持戒才能清净，把这些欲望要放淡，不杀生，不恼害众生，尽量不要吃众生肉。其实啊，慢慢减，你只要精神提升了，那个物质的欲望啊，慢慢就会淡。所以大家要帮助亲人呢，提升精神的境界，他世间的欲望啊，慢慢就会淡。当然，好人做到底哦，你的素食要越煮越好，让他感觉哦，比肉还好吃。这也叫善巧、方便、宽以待人，不要严苛去要求别人。好，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心能清净，心净佛土净，西方极乐世界 passport 很快就办好那个护照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